这是一起残忍到令警方都会后背发凉的离奇杀人案。这天，警方偶然路过一个农家小院的时候，突然闻到里面传来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儿。在确认屋里没有人后，察觉到不对劲的警员们小心翼翼地检查了这个屋子。警方根据气味来到了厨房的冰柜面前，打开一看，里面放着的竟然是两只被冻起来的胳膊。不过更奇怪的是，除了发现的胳膊以外，警方一番搜查并未找到死者身体的其他部位，而且整个屋子都被仔细地打扫过。外出的警员已经走访了周围的邻居。 确认这间屋子的主人是一个名叫苏木洲的男人。此外，在屋子的后院还找到一只导盲犬。不过，根据邻居交代，这个苏木洲并不是盲人。那这只导盲犬又是谁的呢？法医这边立刻将两只手臂带回警局进行了尸检。意外的是，凶手分尸后竟然在死者的手心写下了一个数字。法医阿宇取了上面少量的颜料闻了一下，感觉这很像是一种名为毛地黄的草药味儿。虽然没有完整的尸体，但仅从手指的形态来看，阿宇判断死者应该是一名年轻的女性。 指甲完整，而且没有皮屑残留，说明死者遇害时并没有发起挣扎。除此之外，阿宇还发现两只手臂的断裂处都完美避开了骨关节的表面，而且创口又比较平整，因此推测分尸的工具应该是一种极其锋利的钢丝。可明明用刀或者斧头分尸更容易，那凶手为何刻意要用钢丝呢？另一边的阿明这边查看了案发小院门口的监控，画面显示昨天下午五点左右，有个盲人女孩带着导盲犬进入了案发的小院，之后就再也没有从里面出来过。 看来那双手臂的主人很可能就是这个女孩。随后，警方根据导盲犬的编号找到了女孩的母亲，而她在得知女儿出事的地点后，竟很肯定地称凶手一定是那个名叫苏慕洲的屋主。从他口中得知，早在十几年前，他的女儿邱小月和那个苏慕洲是很好的高中同学，当时他们二人瞒着家长偷偷谈起了恋爱。后来，苏慕洲给他女儿写的情书被他给发现了，于是他便跑到学校将这个男孩给大骂了一顿。学校知道这件事后，便将那个苏慕洲开除了。 而苏慕洲为了报复学校，竟然直接将学校的食堂给一把火烧了。他女儿邱小月的眼睛也是因为这场大火瞎掉的。之后，苏慕洲便因为纵火被判了十年。如今他出狱不久，他怀疑是苏慕洲为了当年的事情将他的女儿给杀害了。为了核实死者母亲的口供，警员们调查了他口中那起纵火案的卷宗，结果果然和他说的一样。不过众人不明白的是，如果苏慕洲是为了十年前的事情复仇，那他为何不杀掉校长或者那个闹事的母亲，反而要杀掉自己当年喜欢的女孩呢？ 如今苏慕洲不知所踪，警方找到当年的校长，尝试了解一些细节。从他口中得知，原来当年邱小月是本校唯一的大提琴特长生，而苏慕洲则在奥数比赛中获得了冠军，二人都有机会拿到学校保送大学的名额。原本他们之间谈恋爱的事情犯不上开除的，是邱小月的母亲三番五次来学校闹事，而苏慕洲听说学校要开除他，竟然直接拉着邱小月一起放火，同归于尽。当年那场大火。 有个名叫郭亮的厨师，为了救下他们，被活生生的烧死了。要不是出了这条人命，刚成年的苏慕舟也不至于被判了十年。就在校长陷入回忆的时候，他的妻子突然打来了电话，称他的家里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包裹。阿明二人跟随校长赶到了他的家里，结果竟在门口的包裹中发现两只女人的双脚，而这双脚的脚底还写着一个数字四。此外，阿宇在包裹的侧面找到了一个信封。 里面的字条似乎在讽刺校长曾经收过什么不该收的钱。回到警局，面对警方的质问，校长的妻子早已经被吓坏了。他说出了一件校长之前企图隐瞒的事情，称十年前学校之所以开除苏慕洲，是因为邱小月的母亲为了帮女儿争取到唯一保送的名额，所以给了校长十万块钱，并利用谈恋爱的事情将苏慕洲给开除了。出来审讯室，阿明几人还是想不通，如果凶手真的是苏慕洲的话，那他留下那张字条，说明他很清楚当年是校长收了钱才开除的他。 可他为何不对校长展开报复，而是对邱小月下手呢？就在众人讨论的时候，一名警员突然跑了进来，并称已经根据监控找到了那个给校长家里送包裹的人，将此人带到了审讯室。男人称自己名叫庞贝元，而他恰好是死者邱小月的大提琴老师。一听说自己惹上了命案，男人后怕的称他其实并不知道那个包裹里面装的是什么。他之所以去送那个包裹，是因为有个人从网上联系他，对方不但知道自己炒股输了很多钱，而且还知道他挪用公款炒股的事情。 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他按照对方的指示，从商场的储物柜里拿出那个包裹，送到了校长家里。而他完成这些后，对方也很快将钱转给了他。阿明听后无法判断此人口供的真假，不过为了谨慎，他刻意让庞贝元写下了一行字，打算将他的字体与包裹里的字条比对一下。然而令阿明意外的是，当警方调查了那个给庞贝元打钱的账户时，意外发现这笔钱竟来自法医阿宇的父亲。可阿宇的父亲已经去世很久了。 怎么会突然给庞贝元转钱呢？为了搞清楚这里面的真相，阿宇将当年和他父亲一起办案的同事请到了警局。从这位退休的老刑警口中得知，当年的那起高中食堂纵火案正是阿宇的父亲负责的。当初那个名叫郭亮的厨师为了救人不惜牺牲了自己，而且此人名下还有个上初中的儿子。阿宇的父亲感觉厨师留下的儿子很可怜，于是便为那个孩子捐了一笔钱，并要求孩子成年后才能领取。如此说来，借助福利机构给庞贝元打钱的人。 应该就是当年那个厨师郭亮的儿子。假如没有当初那场火灾，他的父亲就不会死。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苏慕洲的消失和邱小月的遇害，或许就是郭亮的遗子为了给当年的父亲报仇。然而，就在警方好不容易确认调查方向的时候，不料当初发生火灾的高中再次出事了。一名厨师在学校食堂的冷柜中发现了很多装有内脏的罐，而这些罐子重新出现在当年的火灾现场。 更加让警方确认凶手是在为十几年前的火灾复仇。回到警局，警方立刻调查了郭亮的档案，资料显示他名下确实有个名叫郭晓光的独子，而且阿明二人也到负责那笔捐款的机构进行了核实。负责人称，当初阿宇父亲捐的钱确实是捐给一个名叫郭晓光的人的。眼看这起案子终于有了眉目，没想到当警方来到郭晓光的祖籍地寻找此人的时候，当地的警员竟告诉他们一个很意外的消息：他们称郭晓光在他父亲被烧死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那冒充郭晓光领取那笔捐款的人又是谁呢？随后，阿宇在当地警员的带领下来到了郭晓光的墓地。墓地的工作人员将那个孩子去世时的遗物带了过来。阿明在遗物中里面发现了郭晓光留下的一个日记本，而上面详细记录了当年在学校后厨发生的事情。原来，十年前郭晓光和苏慕洲的关系很好，每天晚上苏慕洲都会到学校的食堂帮他指导作业。直到那场大火之后，郭晓光成为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幸好一个流浪的大哥哥帮助了他，二人相依为命，一起流浪。 直到一年后，郭晓光去世后，日记就这样断了。此外，墓地的负责人还告诉阿宇一件事情：就在刚刚，他们发现阿宇父亲的骨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里面放着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放着几根人骨和一个电话。阿宇打开电话，发现一段视频，画面中正是十年前郭晓光的父亲为了救邱小月被烧死的画面。就在二人疑惑凶手究竟是谁的时候，阿宇突然接到局里打来的电话，称邱小月的母亲突然无故失踪了。然而，等他们赶到她的家里后，映入眼前的…… 竟是邱小月丢失很久的头部。来到法医室，阿宇对新发现的内脏和头部进行了尸检，检测结果显示，死者的体内有一种成瘾性很重的药物。这种药物的分子式与毒品很是相像。阿宇二人看着这份尸检结果，他们隐约感觉，除了当年的火灾以外，或许凶手杀害邱小月还有其他目的。就在案子逐渐陷入僵局时，筛查学校周围监控的警员有了新的发现。画面显示，在昨晚凌晨三点左右，有个戴帽子的男人拿着一些罐子潜入了学校的食堂。 虽然没有拍到此人的正脸，不过从身形判断，竟与死者的培训班老师庞贝元很是相似。得到线索，警方立刻来到了此人的家里，对这里一番搜查，发现庞贝元并不在家。阿宇在阳台发现一把少了一根琴弦的大提琴，而且旁边还有一株植物。他不放心，拿出手机再三识别确认，发现这种植物正是写下死者身上数字的毛地黄。这一刻，他忽然意识到，如果说庞贝元就是凶手，那他将死者分尸的凶器，应该正是大提琴上缺少的那根琴弦。 回到警局后，在阿宇父亲墓中发现的这个手机也响了起来。警方赶紧部署，对手机信号展开识别和追踪。电话那头传来的果然是庞贝元的声音。他将阿宇约到了一个地方，并再三叮嘱，如果警方想要苏慕洲和邱小月的母亲安全的话，那就必须阿宇独自一人前去赴约。众人不明白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为了保证阿宇的安全，警方还是偷偷做了严密的部署。阿宇按照约定来到一座废弃的工厂。原来庞贝元还有很多手下。 他让小弟将消失很久的苏慕舟二人带了上来，并称其实自己才是郭晓光，而当年因流浪去世被埋葬的那个孩子其实是庞贝元。他之所以杀掉邱小月，完全就是为了当初的父亲报仇。如果不是这些人，他也不会沦为无父无母的孤儿。除此之外，他还有真正的目的，那就是他发现了一种新药，而这种药有个明显的弊端，那就是很容易引起一些无法控制的中毒现象。郭晓光知道阿宇在这方面很有天赋，所以他只要阿宇帮他重新优化一下这种药的方程式。 一旦优化完成，那他就将两名人质毫发无损地放走。阿宇听后直接揭穿了他，因为他很清楚对方口中的那种新药是一种成瘾性很强的毒品。此时工厂外的警员们已经开始行动，在一个个解决掉郭晓光的手下后，阿明带人直接将他给堵到了角落里，并揭穿其实他并不是郭晓光，而是庞贝元。因为就在刚刚，警方对比了他在警局写下的字迹，虽然他的字迹与郭晓光十年前的日记中很是相像，不过一个人的字迹不会十多年没有丝毫改变。 而这恰好说明他是在模仿郭晓光写字。庞贝元听后打算借机从窗户逃走。阿明找准时机，直接抠下了扳机。深夜，两个喝醉的女人原本只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方便一下，可不料他们刚转进一个小巷，身后突然出现一个黑衣人，抡起砖头就将其中一个砸晕了过去。还没等另一个女人呼喊求救，黑衣人就直接将她给拖进了黑暗里。第二天被拖走的女人被发现时，已经成为了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法医检查尸体后，感觉此案很蹊跷。 因为死者的下身虽然布满了伤痕，不过并没有被侵犯的迹象。根据伤痕的形状和大小，初步判断造成下身伤痕的凶器应该是死者自己穿的高跟鞋。此外，死者钱包里有两千左右的现金。既然凶手没有抢钱，也没有实施侵犯，那就说明嫌疑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趁着深夜埋伏在这里杀死死者。另一名被打晕的女孩经过治疗也醒了过来。起初在被问到死者的身份时，这个女孩还显得十分的犹豫，直到警方直接讲出了她朋友遇害的惨状。 女孩这才后怕地说出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原来，她和遇害的李梅都是常年混迹在的大会所的陪酒女。昨晚，因为他们都没有接到客人，所以二人就相约去了李梅楼下的小吃街喝酒。可没想到，上厕所时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由于当时她是被凶手从背后打晕的，所以她并没有看清对方的长相。警员阿栋询问女孩是否知道李梅和什么人有恩怨，因为凶手在行凶时只是将她给打晕了，而李梅却遭遇了很残忍的折磨。女孩听后，情绪渐渐的开始崩溃。她称做他们这行的。 基本一直都是在服务别人，就算碰见一些过分的客人也不敢反抗，所以他实在想不通究竟什么人会对他的朋友下此狠手。不过他倒是听李梅提起过，他和他合租的室友黄婷好像相处的不怎么融洽。另一边的警员得到这条线索，立刻来到了李梅住的地方，尝试和他合租的室友聊聊。可一番敲门，里面并没有任何回应。然而就在二人准备离开的时候，恰好住在对门的邻居回来，在表明身份和来意后，男人热情地将他们请进了家里。从交谈中得知。 原来这个男人正是死者李梅的房东。他称自己的妻子当初为了投资，头脑一热一下买了两套房子。后来房价下跌后，他和妻子便商量着就把对面的房子出租了出去。警员阿信听后，希望他能提供一下死者李梅那个室友的联系方式。却不料房东直言称他其实并没有见过那两名租客，因为家里的钱都是他的妻子在管，而且每次他们交房租都是直接转给他的妻子，所以他这边联系不上另一个租房者。不过倒是隐约听他的妻子说过。 称租房子的两个女人好像都不是什么正经人，因为他们平时穿的都是一些闪闪亮亮、很风尘的衣服。阿信二人一听，忽然明白，与死者合租的应该也是一名混迹社会的陪酒女。临走时，小童打算给男人的女儿打个招呼，可小女孩似乎很怕生，没有任何回应。回到警局后，警方已经仔细筛查了案发小巷周围的监控，结果发现凶手似乎对小吃街附近的环境很熟悉，因为此人不但知道那条小巷是监控的死角，而且还在离开时成功绕开了沿路的所有监控。 由此推测，凶手极有可能就是生活在那片区域的人。为了找出嫌疑人的特征，晚上阿栋带人穿着便装来到案发现场附近的小吃街。他们在这里恰巧碰到了几个看上去很风尘的女人。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最近经常有个戴帽子的猥琐男游荡在这附近。警员小七一听，赶紧上前询问，可无奈他们都称没有见过此人的正脸。不过其中一个女人倒是说出一条很意外的线索，她称自己有一次和那个猥琐男擦肩而过的时候，曾闻到了过一股很浓烈的女士香水味。 而且此人的头发很长，还有点烫过的样子，这一点让小齐二人很意外。难不成凶手是一个女人吗？本以为这起案子已经很奇怪，可没想到第二天一到警局，警员们接到了乡下派出所传过来的资料：李梅的室友黄婷竟然也离奇的遇害。根据尸检报告显示，李梅和黄婷都是被自己的高跟鞋给砸死，下身同样发现了被折磨的伤痕，致死伤也都是因舌骨骨折导致的窒息死亡。唯一不同的是，凶手在杀害黄婷后，竟然又给她穿上了一件崭新的衣服。 因为这件衣服明显不合身，甚至衣服上的吊牌都还没摘掉，这一点让众人有些奇怪。凶手为何要在作案后多此一举呢？由于衣服上的吊牌是本案唯一的线索，众人根据上面的信息开始在市区所有女装店寻找同款的衣服。虽然这种效率有点低，不过在这种小县城筛查的难度并不是特别大。经过几个小时的寻找，结果他们竟在李梅和黄婷所住不远的小街里找到了同款的裙子。看来警方对之前凶手的猜测是对的，嫌疑人很可能就住在两名死者附近。 可无奈的是，这家店没有开门。阿栋见机来到了对面的奶茶店，并礼貌的点了几杯饮品，然后借机询问对面服装店老板的信息。从奶茶店的店员口中得知，那个女装店之前一直是一个年轻女孩在经营的，不过后来那个女孩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她的父亲便把这个店给接手了下来。而他的这个父亲也挺奇怪，不仅听力有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每天开门也不管店里的生意，整日就窝在服装店里画油画。几人在门口等了很久，直到一个头发稀疏的老头打开了女装店的大门。 警员们进来，一边假装看着衣服，一边打量着店里的环境。阿栋在墙上发现了很多关于女人的油画。更巧合的是，小童发现大爷正在画的正是第二名死者黄婷身上所穿的衣服。他尝试着询问大爷为何要画这条裙子，而大爷的耳朵果然不太好。小童大声的重复了很多遍后，大爷才理解了他的问题。他称就在昨天，有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来买了一条裙子，他当时觉得女人穿上裙子后和她的鞋子有着很强烈的对比。 于是爱好画画的他便将脑海中的画面画了下来。小童听后仔细观察了这幅画，突然他留意到所画的女人和他的女儿穿的是一样的白色鞋子。这一幕他忽然想起了死者的房东，当时从他家里离开的时候，他就留意到门口有两双青紫的小白鞋，再加上他们家里也有个差不多大的女儿，难道这只是一个巧合吗？为了验证这点，小童二人立刻再次找到了房东的家里。面对警方的询问，男人称他们一家三口确实都有一双白色的鞋子，至于他的妻子。 昨天下午恰好开车带着女儿一起去外地旅游了，而他因为需要上班，所以就没有陪着一起去。回到警局，警方立刻将这双鞋的鞋印与李梅案发现场的鞋印做了对比，结果在行人众多、杂乱的脚印中，果然对比到了一模一样的鞋印。由此看来，那个房东的妻子很大可能就是警方要找的凶手。可众人疑惑的是，此人为何要以这种折磨的方式杀掉自己的两名租客呢？为了找出凶手作案的动机，小童找到了另一名经常与两名死者联系的陪酒女。 不料，竟意外从他口中得知一条重要线索。女人称，就在一周前，她和黄婷二人在酒吧物色客户的时候，偶然间看到李梅正在和他的房东一起喝酒。黄婷称，李梅看上了房东名下的两套房子，再加上住得很近，所以李梅想和房东保持一种长期隐秘的关系。小童一听，忽然明白，如果那个房东的妻子知道了李梅想抢他的男人，那或许这就是他用高跟鞋折磨并杀害他们的动机。确认调查方向后，阿东立刻调查了房东妻子的去向。根据收费站的监控显示， 他们的车子在昨天下午上了高速，而且放大画面可以看出，车里正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由此看来，那个房东并没有撒谎。警员小雨调查了房东妻子的档案，资料显示此人名叫何云。意外的是，他十年前竟然在外地有过失足的前科，而且还被拘留过很多次。就在众人谈话间，小童这边突然接到了乡下派出所打来的电话，称在一条河中找到了何云的车子。得到消息，阿栋等人立刻赶了过来。打捞的警员在车里找到了何云的尸体。 不过，他九岁的女儿却不知所踪。由于一侧的车窗是打开的状态，不排除被水冲走的可能。回到警局后，法医这边很快完成了对何云的深度尸检。令警方意外的是，资料显示何云的死亡时间远远要大于李梅和黄婷，这也说明他根本不可能是两起高跟鞋杀人案的凶手。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昨天下午开车出现在高速收费站的又是谁呢？除此之外，法医还发现何云的丈夫在前些天有做过亲子鉴定的申请。 难不成那个男人才是这三起案子的真凶吗？想到这里，警方立刻赶到了何云的家里。一进来，他们就看到房东正拿着刀挟持着自己的女儿。此时的男人已经陷入了疯狂，因为他怀疑他的女儿并不是自己亲生的。阿栋趁着他怒吼女儿的时机，直接上前将这个男人给制服了下来，将此人带到警局的审讯室。小雨已经调查了他的档案，发现在他幼年时期，他的母亲就有着同样失足的经历，而这也是他父亲很早就离家出走的原因。至于那辆泡水的车子， 阿栋也去搜查了他的家里，结果在床头柜里发现了一顶假发，由此推测是他男扮女装去处理了妻子的尸体。何云的丈夫听后沉默了很久，随后他不得已交代了真相。原来一周前，李梅在酒吧将他妻子做过陪酒女的事情告诉了他。妻子之所以将房子租给他们，也是经过圈里人介绍的。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和一个陪酒女生活了很多年，还有了孩子。再加上他小时候的经历，愤怒的他就直接将妻子给杀了。至于李梅和黄婷。 他认为自己的一生全是被这种人给毁掉的，而他给黄婷换衣服，是因为他想把那两个女人的死嫁祸给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妻子。这个男保安很奇怪，他每次深夜巡逻时，都会故意趴在一位女业主家门口偷听里面的动静。他本以为自己的小心思永远不会被人发现，可没想到几天之后，他经常偷听的那个女业主竟然离奇的死在了家里的沙发上。警方在死者的脖颈处发现一道很清晰的勒痕，此外左眼颧骨也有一些被殴打的痕迹。 从女人身上整齐的衣服来看，似乎并没有被侵犯。此外，陈队在地毯上还发现一根颜色微黄的长发，而死者的头发明显是黑色的。痕检科并未在门锁上发现被撬的痕迹，这就说明很可能是熟人作案。为了尽快找出凶手，警方直接来到保安室，准备从监控上着手展开调查。虽然这个小区的大部分摄像头都坏，了，不过陈队还是在唯一正常运作的电梯监控中发现了保安小五的身影，而且从时间上来看，就在死者遇害的凌晨一点左右。 他曾在那个女业主所住的楼层待了至少二十分钟。然而，面对警方的怀疑，保安小五似乎并不在意。他称遇害的女人名叫江婷，之前是一个美容院的技师。而他之所以知道她的名字和工作，是因为江婷经常隔三差五的找他帮忙拿快递。时间久了，他们不仅成为了朋友，甚至小五还默默的喜欢上了她。不过，碍于自己保安的身份，小五一直没有向江婷表白。昨晚，江婷称自己家里的煤气坏了，他帮忙将煤气灶修好后，对方好像心情不太好。 于是便邀请他留下聊了一会儿天。当时他就留意到江婷的脸上有很多淤伤。陈队听后无法判断他口供的真假，不过他认为如果保安小五真的是凶手的话，那他应该不会傻到从唯一有监控的地方离开现场。很快，技术科对现场屋内的所有指纹进行了比对，结果竟在这些指纹中匹配到一个名叫阿涛的有前科的小偷。然而，当警方找到此人时，不料发现那个保安小五正在对其进行殴打。将二人带回警局后，陈队质问小五为何会和那个阿涛在一起。 而小五似乎并不想透露太多，他始终保持沉默，不肯回答陈队的问题。为了搞清楚他们二人与本案的关系，陈队来到审讯室，打算从阿涛身上入手。这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个阿涛竟然是死者江婷的前男友。而小五之所以找到他，是因为不务正业的他经常去找江婷要钱。就在三天前的晚上，他和江婷在屋里发生争吵时，被屋外的小五给听到了。如今江婷昨晚在家里遇害，小五怀疑他就是凶手，才对其进行了拷打。陈队一听，这才明白。 原来保安小五是想独自找出凶手，为死者报仇。就在众人谈话间，在外调查的警员走进来，告诉陈队，称昨晚死者遇害的一点左右，这个阿涛正在网吧里上网，所以江婷的死和他并没有关系。出来审讯室，经验丰富的陈队认为小五可能知道很多警方不知道的事情，如果他愿意的话，陈队希望他可以作为辅警协助警方调查。而小五听后只是告诉他一个细节，他称昨天晚上他巡逻的时候。 曾听到楼道里传来一阵响声，他过去后发现二楼楼梯间的窗户打开了，所以他怀疑凶手在作案后通过那扇窗户逃离了小区。陈队在得到小五分享的线索后，便先让他离开了。可他不知道的是，小五从警局离开后，直接来到了江婷生前工作的美容院。他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案发那天江婷早上出去工作时脸上还没有淤伤，而晚上他回家时却用墨镜遮挡着脸上的伤痕，这就说明他的淤伤很可能是在工作期间形成的。 美容院的店长在听到江婷遇害的消息后很意外，他点上一根，缓缓说道：“其实做他们这一行的很多员工基本都会在外边做一些兼职为男性服务的工作，而江婷也不例外。听说他在外边认识了一个有家室的男人，这才被对方的妻子找人给教训了一顿。不过由于他们一般都对自己的这种事情很保密，所以店长并不清楚和江婷保持隐秘关系的男人是谁。”谈话间，小五留意到了墙上的照片，上面有个女人和江婷的关系很亲密，不过她的脸却被故意划掉了。 店长见状，拿出一些照片，告诉他称那个被划掉脸的人名叫李雪，他在认识一个有钱人后就直接上岸了。小五一看照片，忽然想起了案发那晚，他从江婷的房间离开时，照片上的女人刚好从电梯里出来。难不成此人就是勒死江婷的凶手吗？可如果他们是闺蜜的话，那她为何要这么做呢？警局这边已经完成了对死者的深度尸检，结果竟在江婷的体内发现高浓度的降糖药的残留。根据她以往的病例，江婷是长期患有低血糖的。 因此怀疑凶手作案前曾对死者下过药。另一边的小五按照店长提供的信息，直接来到了李雪的小区门口。由于不清楚对方具体的住址，他只能根据照片蹲守在这里。就这样，在门口守了一夜之后，早上终于看到李雪和一个男人一起走出了小区。小五一路跟随他们来到了超市，趁着男人离开的机会，小五将一张照片放到了李雪的购物车里，并在照片的背面留下一个地址约他见面。可能是因为做贼心虚，李雪很快便赶到了约定的小吃馆。 小五见面直接试探他案发那晚是否去过江婷家里。李雪刚开始还想尝试撒谎，直到小五拿出手机准备拨通报警的电话，李雪这才吞吞吐吐的说道：“她称江婷找的那个男人名叫秦瑞，他的老丈人是本市一个很大的开发商。刚认识时，江婷本来是不知道他有家庭的，而且他还一直期待着能与秦瑞结婚。可后来，江婷才慢慢的发现秦瑞不但有老婆，还有一个女儿。而好巧不巧，就在一周前，李雪的丈夫在家里宴请自己的朋友，而她其中一个女同学恰好就是秦瑞的妻子。” 他看到了江婷手上的手链，仔细一看，竟然和他之前丢失的手链一模一样。也正因为此事，秦瑞的妻子在暗中调查后，发现了丈夫与江婷的隐秘关系。至于案发那晚，她也是听说江婷在美容院被人给报复，所以才想着过去安慰一下她。但她没想到，对方似乎并没有打算收手。江婷认为，其实秦瑞内心是深爱着她的，只不过迫于他那个开发商老丈人的压力，才不敢和她在一起。李雪听后很清楚，做他们这一行的，都想找个有钱的男人上岸。可如果任由江婷撕破脸闹下去， 那她好不容易找到的老师丈夫，很可能也会知道她之前的劣迹。而她很清楚江婷有低血糖的症状，于是便将她丈夫的降糖药放进了对方的酒杯里，然后她就借机离开了。小五听后想起江婷死亡的现场，她脖子上的勒痕说明她并不是死于药物。如果李雪没有说谎，那就说明她离开后还有另一个人去找过死者。李雪临走时还提到一个细节，那就是江婷称最近总感觉好像有人在监视她一样。小五一听想起案发那晚下电梯的时候。 江婷的那个男邻居看他的眼神就很不对劲，察觉到这个男人的嫌疑后，小五直接回到小区找到了江婷的邻居，而此人在看到小五脸色明显紧张了起来，还没等他开始询问，小五直接闯入屋内，对他的家里进行了一番搜查。很快，他在男人的电脑后面找到一个摄像头的连接线，小五见状更加确认了自己的猜测。经过一番友好的交流后，被一顿暴揍的男邻居老实交代，他称自己只是单身太久。 所以才有了一些偷窥的小爱好。随后，小五在男邻居的玩具下面找到一张储存卡，而里面正是案发当晚死者家里的监控。他之所以不敢交给警方，是担心自己偷拍的事情被暴露。小五拿着这张内存卡来到了保安室，他让自己的保安兄弟恢复了里面的文件。画面显示，李雪在找到江婷后，确实只是在她的酒杯里放了药。不过，在她离开后，一个男人再次来到了江婷的家里，而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秦瑞。从他们的谈话可以听出，秦瑞希望能和江婷和平分手。 因为他将来的事业还要完全依靠他的岳父，而江婷仍然表示自己深爱着秦瑞，不肯放手。秦瑞担心事态失控，直接拿起桌子上的充电线将江婷给勒死了。随后，小五将这份包含真相的监控直接交给了警方。这天，警方意外接到一位放羊大哥的报案。早上，他在赶羊路过这条小路时，捡到一个装满衣服的大箱子。他本以为是路人不小心落下的，可转头他竟在旁边的草丛里发现一个露着人手的黑色袋子。放羊大哥感觉出事了，便赶忙打电话报了警。 警员们来到现场，将尸体掏出来后，确认遇害的是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女人。从尸体高度腐烂的情况来看，死者死亡应该至少十天左右。由于最近刚刚下过一场大雨，周围除了羊群踩过的足迹外，很难发现其他有用的线索。不过，法医在死者身上发现很多死后形成的磕碰伤，再结合地上散落的箱子，初步怀疑这具尸体是被大雨从山坡上面冲下来的。随后，蔡队带着警员绕着山路来到了山坡上，一番检查后，并未在附近发现打斗和血迹。 蔡队认为这里应该只是凶手抛尸的地方。将尸体带回警局后，法医立刻对其进行了深度尸检。考虑到最近阴雨的天气和潮湿多重的环境会加速尸体的腐败，法医基本可以确认死者是在六天前遇害的。致死原因,因为脖子上两处掐痕导致的窒息。不过，按照以往类似死者遇害的特征来看，一般被扼颈而死的人都会伴随着舌骨骨折的现象，但偏偏这具尸体却没有这种特征。由此，小周怀疑凶手很可能是个女人。 但也不排除凶手与死者之间有特殊情感的可能，所以才会在颈部留下二次恶警确认死者死亡的痕迹。警员们很快根据面容对比识别出了死者的身份。令警方没有想到的是，遇害的女人竟然是警员小一的嫂子白如。虽然平时她与嫂子关系并不是很好，但如今真的看到她这般模样躺在尸检台上，小一的心里还是一时间无法接受。蔡队这边调来了死者白如所住小区的电梯监控。 画面显示，他最后出现的时间是在上周五晚上七点回家的电梯里。不过令警方很意外的是，电梯门打开后，小伊竟已经在他家的门口等候多时。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小伊更是情绪激动地从他嫂子家里走了出来。而根据法医计算的死者末次进餐的时间来看，白如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间遇害的。蔡队二人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些监控。如果按照以往侦破案件的逻辑，警员小伊的嫌疑很大。为了搞清楚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罗副队立刻找到小伊了解情况，从他口中得知，其实从上大学开始，他就很少与嫂子联系了。自打他五岁那年父母因为车祸去世，哥哥阿威就一个人扛起了养活整个家庭的担子。后来哥哥结婚后，为了让他和嫂子有更好的生活，就孤身去了海外打工。但他万万没想到，他的嫂子竟然毫不体谅哥哥的辛苦，趁他去上学时偷偷约别的男人回家。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对这个嫂子便没了好印象。后来哥哥休假回家。 看着昔日里阳光的哥哥，脸上已经满是沧桑。当时的他很难受，不过为了能让哥哥在外边工作时不分心，他便没有把嫂子的事情告诉他。但他万万没想到，嫂子只是老实了那几天。哥哥走后，他更是变本加厉的和别的男人聊得火热。直到他要上高中那年，哥哥因为车祸突然去世。从那时起，他便很少和白如联系了。但不知为何，半个月前，白如突然开始频繁的打电话骚扰他，而且有一次还来到警局找他。小伊不想再与这个女人有任何关系。 于是就在那天下班后去他家里找他说清楚。不过他们当时只是大吵了一架。他清晰的记得离开时白如还好好的。就在他们谈话间，在外边筛查监控的蔡队赶过来称有了新的发现。画面显示，在小伊离开后，有个男人在八点左右再次到达白如所住的楼层，而且此人在离开时更是拖着一个类似装尸的黑色袋子。不过奇怪的是，这个男人在三天后的晚上再次从白如的家里带走了一个箱子。种种线索表明，此人就是将死者尸体抛尸到野外的人。 蔡队已经根据他所开的车辆调查出了车主的身份，确认男人是个名叫张一俊的富二代，二十九岁，五年前因为家道中落成为一名小混混，两年前因涉嫌吸毒曾被拘留过，不过当时因为证据不足被保释了出去。他话音刚落，外勤调查的警员跑过来称已经掌握了张一俊的行踪，很快此人便被带到了警局的审讯室。面对警方实打实的证据，张一俊仍喊着冤枉，说人不是自己杀的。罗副队见状，直接告诉他。 警方已经在他的车里发现了死者的毛发，而且现场那个行李箱里面的衣服也确认就是他的。如今这些证据完全可以证明他就是杀人抛尸的凶手。张一俊听后慌忙为自己解释道：“那晚他的确从白如家里拖出来一个黑色袋子，不过那里面装的全都是钱，而并非尸体。”他称他确实和白如在一起很长时间了，但自己只是图他的钱和他玩玩而已。不过倒是这个老女人似乎还真的想和他结婚，因为她最近在外边欠了很多高利贷，再加上要债的又催得紧。 他没办法，便告诉白如，只要他帮自己还了一百多万的高利贷，那他便答应与他结婚，以后好好过日子。本以为白如会犹豫一下，没想到他竟很干脆的答应下来，并让他第二天去家里取钱。可他那天按照约定八点多到达他的家里后，发现白如并没有在家，不过他倒是看到客厅的地板上放着满满一袋子的钱，当时可把他高兴坏了。于是便喝了几杯红酒，坐沙发上等白如回来。可能是因为太开心，喝的有点多，没一会儿他便睡了过去。直到一个小时过去后。 他醒来发现白如依然没有回来，担心出变故的他便直接提着钱去还了高利贷，无债一身轻的他那几天过得很潇洒。可三天后，他突然闻着自己的车里有股奇怪的臭味，好奇的他检查车子后，不料竟在后备箱里发现了已经发臭的白如。后来他回想起取钱那晚的一些细节，当时他明明把车钥匙随手放在了进门的餐桌上，可醒来后车钥匙却出现在了客厅的茶几上。他怀疑是有人趁他睡着时偷偷将白如的尸体放进了他的车里。 以此来将白如的死嫁祸给他，他担心惹上麻烦，于是便去白如家里将自己生活过的痕迹都打扫了一遍，然后将尸体和那些衣服都扔进了山里。蔡队听后明显不相信他的一面之词，张一俊顿时慌了。他称，如果警方不信那个袋子里装的是钱的话，可以去找南郊做高利贷的老六问问，因为他拿到钱当晚就去还了自己的债。为了验证张一俊的口供，罗副队按照他说的位置找到了老六的窝点。此人刚开始一看是几个女人，还表现的很嚣张。 但当罗副队将证件放到桌子上时，老六和他的小弟立刻变乖起来。他拿出张一俊还款的字样，并告诉警方，大概五六天前的晚上，他本来都打算睡觉了，没想到张一俊竟提着一大兜子钱找上了门。当时他还在想，这些钱可能来路不明。不过只要张一俊能把欠了半年的账还清了，他才不管这些钱是哪来的。回到警局后，罗副队等人总感觉这个案子有些奇怪。如果说那个黑色袋子里装的不是白茹的尸体，那就说明张一俊的口供很可能是真的。 假如凶手是在小一离开后杀了白如，那凶手是如何避开监控，将尸体扔到张一俊的车子里的呢？不过小洛更疑惑的是，没有工作的白如从哪里搞来了一百万呢？为了得到更多线索，警方再次来到死者的家里，让张一俊还原现场。按照他的口供，当时屋内之所以没有人，应该是凶手已经将白如掐死并藏了起来。小洛等人仔细检查了这个屋子，不料在一个储藏室的床底下发现一些拖拽留下的灰尘，而且在这片区域还找到一根女人的头发。 蔡队二人见状，怀疑凶手掐死白如后，发现了张一俊开锁的声音，然后慌乱之下将尸体扔到了这个床底下，最后再趁他睡着把尸体搬了出去。就在这时，一旁的小姨看着柜子上面的水晶球，忽然愣住了。她想起小时候哥哥送她水晶球的情景，当时哥哥曾告诉她，如果希望自己许的愿望实现，那就把水晶球给倒过来放。而此时柜子上的水晶球恰好是倒过来放的。警员阿星察觉到了她情绪的变化，于是赶紧拉着他出去透透气。 随后，罗副队又向张一俊打听白茹的经济来源。说到这个，张一俊也感觉很奇怪，因为他和白茹在一起两年，他就好像有花不完的钱似的。另一边的阿星带着小伊来到楼下的公园，细心的他发现，刚刚小伊在看到水晶球时，似乎有什么想说，但是又很犹豫的事情。小伊思考片刻后，好像下定什么决心一样，说道：“其实他很清楚白茹那些钱是怎么来的。当初在他升高中那一年，由于他对计算机很感兴趣，于是就考察并看上了一个很昂贵的私立高中。” 而哥哥又从小疼爱他，不管再苦再难，都会尽量满足他的愿望。可当时的他并不知道，哥哥从海外打工回来后做生意就一直在赔钱，而他出车祸的那晚，就是为了去找客户要钱，为自己凑学费。当时他整个人都烧焦了。而白如也只是通过车辆和尸体上的钥匙就确认了司机是哥哥。后来保险公司直接赔了五百多万给他。而他之所以那么讨厌这个嫂子，不光是因为他带男人回家的事情，更是因为哥哥死后他带回来的那个男人对自己也做了一些很肮脏的事情。 那晚他去找白如发生争吵也是因为这件事。不过真正让他察觉到不对劲的，是他在从白如家里离开时，好像听到了楼梯间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当时他并没有在意，但直到刚刚在储藏室看到那个倒放的水晶球后，他忽然有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他的哥哥很可能并没有死。因为在他读大学那段时间，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就一直被一个神秘人赞助着。三个月前，他想着找出这个人并感谢对方，但由于时间太久，那个机构说当初的很多档案已经丢了。 不过，对方倒是记得那个赞助人的手背上有块疤，而他清晰的记得哥哥的手小时候就被开水烫伤过。结合种种迹象，他很怀疑当初的车祸只是哥哥为了给他弄到学费而设计的骗保事故。自从白如的尸体被发现，他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假如哥哥真的没有死，那面包车里那个烧焦的人又是谁呢？假如在楼梯间里躲着的那个人就是自己的哥哥，那他作为一名警察，到底该不该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蔡队这边仔细查看了案发这栋楼的结构。 他发现，在一层的消防通道旁边有个没有上锁的小门。蔡队怀疑凶手极大可能就是通过这里将尸体运出来，放到了张一俊的车上。回到警局后，他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大家。而小姨也恳求他，如果他的哥哥真的没死，而且又是凶手的话，那他希望局里可以给他一次劝哥哥自首的机会。蔡队很干脆的答应了他。为了找出案子的真相，小姨很快调查了白茹的银行账户，当初的赔偿金已经被他挥霍的只剩下两百多万。 罗副队在检查这些转账记录时，发现其中有两笔很早的交易有些异常。记录显示，在八年前和七年前的一月份，白如曾两次往一个村镇信用社汇过两万块钱。阿星翻看了一下日历，确认这个时间正是小一哥哥阿威出车祸后的第二年和第三年，而且也恰好是在春节的前几天。因此，大家猜测这些钱会不会是白如会给阿威用来过年的？得到线索后，警方立刻赶到这个信用社。 并表明身份，让工作人员帮忙查一下取那两笔钱的人是谁。因为距离时间太久，信用社的职员花了很长时间才翻出当年的流动记录，最终发现这些钱被转入了一个名叫邱素芬的老太太的账户里面。随后几人又拿着这个名字来到了户籍派出所，结果发现这个邱素芬有个名叫汪克远的儿子。而小伊在见到此人的照片后，直接愣住了，因为这个汪克远竟与自己的哥哥长得一模一样。罗副队打算直接按照地址将此人带回警局。 可户籍科的警员却称，这个老地址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拆迁了。眼看好不容易得到的线索又要断了。回到警局，蔡队看到汪克远的照片后，忽然感觉见过这个男人。前段时间他在停车时，无意中看到一辆货车差点撞到一个在马路中间捡球的小朋友。那一刻，他顾不得那么多，就直接冲了过去。不过还好，另一个路过的男人将他们二人拉了回来。后来他为了感谢此人，还打算给他留个名片，却没想到他一抬头，那个男人已经不知所踪。 蔡队还隐约记得当时的时间应该是早上七八点左右，所以他推测此人会不会是在附近的写字楼上班的员工。得到这个意外的线索，罗副队立刻带着小伊等人来到这片区域进行走访调查。经过三个小时的努力，最终他们在一座大厦的前台这里得到了汪克远的身份。原来假死八年的阿威，如今已经成为了一家外贸企业的老板。于是他们假装是他的远房表妹来到汪克远的公司，可他的妻子却称汪克远这两天正在医院照顾他病重的母亲。 小姨看着面前已经怀孕的嫂子，感觉她应该是一个可以为哥哥分忧解难的好女人。如果当初哥哥最初就娶了她的话，恐怕事情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般地步。另一边的张一俊排除嫌疑后被保释回到了住的地方。他忽然想起案发那晚白如桌子上那瓶没喝完的红酒，隐约记得之前他曾送白如去一个大厦见一个朋友，他出来时手里就拿着一瓶这种酒。白如还炫耀的称这酒是他的朋友公司对外出口的，根本买不到。而那天他只拿了一瓶，还被他带回来喝了。张一俊忽然意识到。 如果白如遇害前是和凶手在一起喝酒的话，那这个凶手一定就是他口中那个送他酒的男人。一想到此人竟然企图将白如的死嫁祸到自己身上，张一俊忽然觉得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于是他按照酒瓶上的地址找到了这家外贸公司，并假装经销商的身份要求见一下这里的老板。在得知汪克远不在公司后，张一俊向他的妻子要了一张名片，随后直接打给了汪克远，称自己已经知道白如是他杀的。如果不想他报警的话，那么就拿出两百万的封口费。 汪克远听后答应了他，不过由于现在他身边有事脱不开身，所以约他晚上去码头见面。傍晚，蔡队按照小伊那边提供的线索赶到了医院，在询问这里的前台后，得知汪克远在一个小时前已经离开了。蔡队立刻下令对此人展开全城通缉。回到警局的小伊，为了能提前找出哥哥并劝他自首，他偷偷尝试搜索了一下汪克远名下的手机号，结果显示果然有一个，于是他便利用局内的系统定位了这个手机号的位置。 结果发现阿威正朝着码头方向驶去，得到线索的他立刻驱车赶了过去。另一边的张一俊也深知汪克远是个危险人物，他带着一把刀，小心翼翼的来到码头，在对这里一番寻找后，很快他便发现不远处放着一个袋子。张一俊走过去打开一看，里面果然全是满满当当的钞票。可还没等他来得及高兴，竟发现下面装的全都是纸钱。当他意识到中了对方的圈套时，已经晚了。警局的阿星等人发现小姨的手机关机了。 他们看到电脑上码头的位置，忽然意识到了不对劲。蔡队立刻下令全速赶往码头。此时醒来的张一俊已经被阿威绑了起来，无论他如何求饶，阿威都不理他，只管将汽油往他身上浇去。就在阿威准备将知道自己秘密的人彻底灭口时，一声“哥哥”突然从他身后响起。阿威在听到这个声音后，忽然愣住了。躲了八年的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发现真相的妹妹。二人就这样僵持了很久，最终他决定缓缓转过身来，看着妹妹身上的那身警服，阿威感到很欣慰。 小姨质问他为什么要杀害这么多人。阿威听后告诉他，当年他去海外打工三年，本以为自己攒下的钱足以将小姨养大成人。当他看上那所国际高中时，他也决定一定要给自己妹妹最好的条件。但他没想到，白如在家那些年早已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挥霍的所剩无几，眼看就要到交学费的日子，白如建议他找个替死鬼进行骗保。他还帮自己提前物色好了一个流浪的乞丐，他们为这个乞丐准备了最后一顿饭。可还没等他下手。 没想到乞丐竟因为吃的太猛噎死了。车祸后的他没有了身份，只能去黑煤窑这种地方找工作。不幸的是，工作中他的一位工友因为塌方遇难。当时他带着工友回来，找到了他的母亲，看着这位孤寡的老人，他决定以汪克远的身份为这位老人养老送终。在生活步入正轨后，他又想着偷偷去找小姨相认，但后来看到他身上的那身警服，担心自己的过去会影响妹妹的前途，所以只能远远的望着他。而至于白如， 那晚要不是小伊和他吵架，把那件事情说了出来，作为哥哥的他都不知道妹妹当初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所以白如就是他非杀不可的人。本来他还想着找出那年欺负小伊的男人，也把他给弄死来着。现在看来，怕是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阿威说完，将桶里的汽油浇到了自己身上。他告诉小伊，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他今天不死的话，那他过去做的那些事情追究下去，必然会影响到小伊的将来。阿威说着，便转身打算和张一俊同归于尽。 可小一见状，也拿起地上的汽油浇到了自己身上。就在这时，蔡队带领着警员也终于赶到了现场。小一看着哥哥说道：“从小到大，一直都是阿威在保护他，这次终于轮到他这个妹妹保护哥哥一次了。”阿威看着眼前的这个傻妹妹，然后慢慢的交出了手中的打火机。喜欢运动的女孩们请注意了，这可能是连环强奸犯作案的一种新套路。一个女孩像往日一样来到公园跑步，她的男朋友因为很少运动，所以气喘吁吁的通过耳机让女孩先跑。 而他休息片刻，马上追上来。女孩听后很生气，她没有理会男友，继续跑了起来。不过就在她路过一个小路口时，女孩突然听到旁边传来一阵阵小狗的奶叫声。她循着声音，果然看到一只十分可爱的比熊犬。然而就在她疑惑小狗的主人去了哪里时，身后一个黑衣人正拿着绳子一步步向她靠近。此时的女孩注意力全在小狗身上，还没等她察觉过来，下一秒黑衣人直接出现，死死勒住了她的脖子。由于绳子的压力，紧紧的卡住了她的喉管。 女孩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任由对方将自己拖进树丛。就在黑衣人准备脱掉女孩的衣服之时，她的男友察觉到不对劲，赶了过来。黑衣人只好暂时放弃自己的猎物，逃离了这里。男友看着一动不动的女孩，立刻打了报警的电话。然而令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虽然这个昏迷的女孩被及时送到了医院，不过在不远处的另一个公园内，还是发生了一起奸杀案。死者同样是一个喜欢夜跑的女孩子。更诡异的是，凶手在杀死女孩后，还刻意带走了她跑鞋的鞋绳。 汝队看着这一幕，想起了三年前的两起相似的案子。当时的凶手就喜欢在作案后抽走死者的鞋带，看上去就像是在搜集自己的战利品一样。法医这边也确认，死者脖子上的勒痕和医院那个女孩脖子上的勒痕一样，都是一种类似鞋带的绳子造成的。根据尸斑和尸僵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昨晚的晚上十一点左右，而这个时间恰好在被送往医院的那个女孩半个小时之后。根据两个公园的距离来看，警方推测凶手在第一次下手没有成功后。 转头又来到这里，重新选择了另一个夜跑的女孩。警员们已经查看了周围的监控分布。由于这里是开放式的公园，所以无法确认凶手是从哪个方向进来的。面对媒体的压力，如队下决心一定要将这个多次残害女性的凶手绳之以法。回到警局后，警员们已经确认了死者的身份。遇害的女孩名叫陈夏怡，二十一岁，单身独居，生前是一名做自媒体的美妆博主。根据陈夏怡之前在网络平台发布的视频来看，她基本每天都会有夜跑的习惯。 而昨晚被送往医院仍然昏迷的那个女孩和陈夏一样，他们每次出门夜跑的路线和时间基本都是固定的，因此不排除凶手提前对目标做过调查。如队这边在法医的深度尸检报告上发现一些疑点，资料虽然显示死者身上有很多齿痕和抓伤，但其下身并未遭受真正意义上的侵犯。警员们听到这一点后都感到很奇怪。为了搞清楚这点，如队找到了他的一个做心理医生的朋友阿荣。阿荣一听，立刻想到了一种男性障碍的疾病。 他告诉鲁队，有些男人会因为心理压力过大或者太过于肥胖，他们的内心虽然对异性有所渴望，但身体却因激素分泌的问题无法表达出完整的男性特征。而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男性会因为自卑自生出一些极端扭曲的心理和想法。另一边的警员这边分别走访了两个公园的路人，一番询问下来之后，并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回到警局，警员阿雄这边发现了两起案子中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两名受害者的衣服上都有一些白色狗毛的残留。 而且他已经询问了两个女孩的朋友，确认他们是不养狗的，这就说明这些狗毛很可能是来自凶手。为了缩小调查的范围，阿雄几人直接拿着狗毛来到了一家宠物店，并询问这种狗毛是来自什么品种的小狗。不过店员对比一番后，他只能确认这是来自一种长毛的小型犬，因为小型犬的毛发一般都比较细软，而大型犬的相对都粗硬一些。有了这条线索，阿雄立刻仔细排查了公园周边的监控，虽然监控分布稀少，有很多没有拍到的地方。 但阿雄还是发现了三个昨晚带着小狗出现在公园的人。这三个中，尤其是一个名叫林耀森的男人。他在昨晚曾分别出现在了两个遇害者出事的两个公园的门口。众人见状，纷纷认为此人的嫌疑很大。不过，细心的乳队发现，林耀森的狗是灰色的毛发，而警方在陈夏怡身上发现的狗毛却是白色的。从这点来看，不符合凶手的特征。阿雄听后，突然想到，会不会此人还同时饲养了另一只白色的小狗呢？因为根据他的了解。 很多养狗的人都喜欢给小狗找个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为了不放过任何线索，警方立刻赶到了林耀森的家里。警员小齐看着眼前的男人，有点难以置信，因为林耀森看上去很阳光又很帅气，他怎么都无法将此人与杀人犯联想到一起。来到屋内后，林耀森直接抱起了自己的爱犬。小琪直接询问他在昨晚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为何会横跨三公里，同时出现在两个公园门口。林耀森听后笑着说道：“他称他基本每天晚上吃过饭都会在楼下的公园遛狗。” 而昨天他遛狗时，恰好接到了女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想他了，于是就直接带着狗狗去另一个公园附近的女友家里住了一晚。小琪二人看着林耀森说话的表情，感觉他并不像撒谎。然而就在他们打算离开时，突然阳台的方向传来一阵小狗的叫声，小琪立刻起身前去查看，结果却发现这里只有一只学说话的鹦鹉，而那些小狗的叫声也是从他口中发出来的。眼看好不容易得到的线索就这么断了，不料那个医院昏迷女孩的男友突然来到了警局。 他称自己在医院照顾昏迷的女友时，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那晚他的女友一边跑步一边和他聊天的时候，在出事前曾看到了那只小狗的狗牌，上面写着一个叫 “cookie” 的单词。如果他没猜错的话，这个单词应该就是那只小狗的名字。警方准备沿着这条线索进行调查。临走时，阿雄及时带来了技术科对白色狗毛的比对结果。报告显示，那些狗毛是来自一种名叫比熊的小型犬。此外，那些毛发的末端还都有裁剪过的痕迹，这就说明这只比熊犬应该刚刚被修剪毛发不久。 乳队听后，立刻下令去筛查公园周边的宠物店。很快，经过众人长达四个小时分头的走访，结果果然在一家宠物店找到一个名叫 Cookies 的比熊犬的修毛记录。警方根据店员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这只比熊犬的主人潘正阳。此人是一家软件公司的老板。警方找到他时，他的手里恰好抱着一只比熊犬。将此人带到警局的审讯室，警方已经将那些狗毛与他的比熊犬做了对比，结果完全相符。然而，面对警方的审问，潘正阳显得并不慌张。 他解释称，自己的比熊犬经常去那两个公园玩耍。他认为，死者身上之所以会有 cookies 的毛发，最多只能证明那两个女孩和 cookies 都去过公园的草丛而已。此时，审讯室外，潘正阳的律师也赶了过来。他提醒阿雄二人，如果警方没有直接的证据的话，那他的当事人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毫发无损的离开警局。为了尽快找到直接的证据，阿雄调查了潘正阳名下的所有财产，因为如果此人真的是凶手的话，按照凶手收集携带的怪癖。 那几名遇害女孩丢失的鞋带一定被他给藏在了某处。然而，警方万万没想到，此人名下竟然有好几处房产。鲁队带人对这些房产都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发现这个潘正阳似乎对鞋子有着某种特殊的收藏品。他每个房子里都有一个巨大的鞋柜。不过，一番检查下来，发现这些鞋子的鞋带并没有问题。眼看时间一点点流逝，四十八小时慢慢的也就只剩下不到一半。可搜查的警员仍然一直没有找到关键的证据。此时，审讯室的潘正阳看上去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汝队见状，直接走进了审讯室。他意识到此人一定做了周全的准备。汝队先将他的手铐直接解开，然后以一种很关心的语气询问潘正阳的身体状况，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有那种身体上的障碍的话，那他表面上越是自信，就越是在通过这种自信填补自己身体缺陷的卑微。面对汝队不断旁敲侧击的羞辱，潘正阳的表情慢慢的开始变得狰狞起来。很快，汝队的挑衅终于打破了男人那份伪装的自信，他直接抓住汝队的领子，并大喊着让他住嘴。 审讯室外的警员见状，赶紧冲了进来。不过，汝队的目的已经达到，他要的就是激怒潘正阳，并让他袭警，这样警方就可以多扣留他一些时间，继续调查。出来审讯室，仍然没有找到证据的众人，都显得有些失落。不过，就在大家分享调查结果的时候，汝队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潘正阳所有穿过的鞋子中，他右脚的鞋子的洞口都要比左脚的洞口松垮很多。可他明明没有跛脚的问题，为何会将鞋子穿成这样呢？ 汝队听后，突然有了一种大胆的猜测。他直接让看守的警员没收了潘正阳的衣服，然后拿过来他的鞋子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果然，汝队抽开右脚的鞋垫，在里面发现一张黑色的门卡。随后，警方根据门卡上的标志，来到一家艺术收藏馆的仓库。警方直接用钳子打开了对应的房间，出现在他们眼前的，竟是满满一柜子的鞋子，而且每双鞋子的鞋带都是不同的颜色。这一刻，汝队才意识到，如果这些鞋带都有主人的话，那很可能受害者要比警方知道的多很多。 回到警局，警方立刻对这些鞋带进行了检测对比，结果不但在里面发现了陈夏怡的鞋带，甚至还在上面发现了死者的血液。此外，还有三年前的两名死者的鞋带也在其中。面对警方的证据，潘正阳不甘心的承认了一切。他称，他之所以变成一个不完整的男人，就是三年前在骑行时撞到了一个夜跑的女人，自行车的把手直接刺穿了他的胯部。后来，他为了治疗，跑遍了很多城市寻找医生，而那些鞋带就是他在这治疗的三年里，从不同的城市收集而来的。 这个女大学生深夜像往日一样走在回宿舍的路上，突然她隐约感觉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可就在她警惕的回头时，一双大手直接死死的掐住了她的脖子。不久之后，这个女大学生的尸体在学校附近的河道中被捞了出来。虽然她的面部经历了河水浸泡，不过好在时间不长，还可以大概看出容貌。法医初步尸检意外发现，女孩的双手和双腿竟然都被故意砸断了，而且下身也布满了被侵犯的伤痕。从这些伤痕参差不齐的愈合程度来看。 死者应该多次被侵犯，而且还被囚禁过至少一个星期左右。由于这条河位于旁边大学的教学区与宿舍区之间，因此怀疑凶手作案的地点应该就在这个大学附近。很快，警方确认了死者名叫崔玲，恰巧是旁边大学会计专业的一名学生。十天前，他的老师曾向警方报过失踪。更巧的是，刚刚退休的黄队在得知这起命案的消息后，他想起了三年前在这所大学发生的其他两起女学生失踪案，而当时的两名失踪者也恰好是会计专业的学生。 黄队怀疑这起杀人案和之前的未破的失踪案之间很可能有关系。为了了结自己退休前留下的心结，黄队以警局顾问的身份找到了死者崔玲的宿舍。由于刚刚放了暑假，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回家了。黄队三人从留校的室友口中得知一个秘密，他称之前崔玲曾在学校附近被一个男人侵犯过。他当时担心报警会毁了自己在学校的名声，所以崔玲只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一个人。三人从宿舍出来，恰好碰到了一个保洁大婶。 警方向其打听最近在女生宿舍周围有没有看到过一些可疑的男人。面对警方的询问，大婶称这边的女生宿舍区一般不让男生进来。不过警方这么一问，他倒是想起一个人，那就是负责女生宿舍区的那个维修工小陈。此人平时走路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而且有一次他还发现此人在宿舍外偷窥过女学生。警方听后立刻询问此人现在在哪里。大婶称那个小陈今天上午好像请假回老家了，下午上班前估计就会回来。为了搞清楚此人与本案到底有没有关系。 下午，黄队直接再次来到学校，找到了大神口中的维修工。对犯罪心理颇有研究的阿瑶上前试探了这个男人。他发现，在问到崔玲被侵犯的事情时，对方虽然表面表现的理直气壮，但他的眼神却一直在闪躲，而这明显就是撒谎的表现。黄队见状，猛然上前质问他是否偷窥过女学生。小陈被这一下问的突然语塞起来，随后他便以工作为由直接离开了。黄队三人明显能察觉到此人一定有问题。果然，晚上小陈趁着崔玲室友出去的时候。 自己偷偷用钥匙潜进了女生宿舍，而他一进来就看到了等候多时的黄队等人。紧接着，阿瑶带着崔玲的室友走了进来。原来，黄队在这个宿舍里面找到了一个隐藏的针孔摄像头，而这个摄像头的接收信号正是来自维修工的宿舍。黄队故意破坏摄像头，并让女孩假装出去，就是为了引诱小陈前来维修，将其抓个现行。面对黄队等人的证据，小陈慌忙的辩解，他称自己虽然安装了摄像头，不过也只是因为单身太久，满足一下自己的偷窥欲而已。 而至于崔玲的死，真的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阿瑶听后，直接拿出很多在维修工宿舍发现的照片。他发现小陈不仅仅有偷窥女生宿舍的习惯，甚至还经常尾随一些外出的学生，并偷拍他们的裙底。而从这些照片上的时间标签来看，十天前崔玲失联的时候，小陈恰好在学校附近偷拍女学生。因此，黄队认为他就是那个囚禁并折磨死者的人。被质问的小陈突然语塞起来，他极力证明自己只是一个只敢偷窥的胆小鬼，吞吞吐吐片刻后。 小陈忽然想起十天前他尾随崔玲的时候，曾看到一个神情很奇怪的男人。当时对方好像在很急切地寻找猎物一样，而且还一副很渴望的样子。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看，小陈认为此人很可能就是警方要找的人。从学校出来后，黄队将调查的结果告诉了阿峰，并让他根据小陈提供的时间和地点去筛查一下监控。如果能找到他口中那个奇怪的男人，那就说明他的口供可能是真的。经过几个小时的筛查。 警方很快锁定了一个名叫郑天瑞的男人。更重要的是，此人之前还曾因绑架和囚禁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入狱两年，后来因为证实精神确实有问题，被放出来接受治疗。而且从时间上来看，这个郑天瑞出狱和三年前那两个女学生失踪的时间很接近。黄队认为此人有很大嫌疑。然而更巧合的是，当警方找到这个郑天瑞时，不料发现他竟然是阿瑶的病人。自从郑天瑞出狱后，阿瑶一直负责着他的心理治疗的工作。而面对警方的质问， 郑天瑞也坚称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崔玲和失踪的两个女孩。黄队留意到她躲闪的眼神，认为她是在撒谎。阿瑶见状，直接将黄队二人带出来，并告诉他们，其实以她以往对郑天瑞治疗的情况来看，五年前她之所以囚禁那个十四岁的女孩，是源于她在童年时经常被自己的老师偷偷叫到办公室，并对他动手动脚的扭曲经历，而这也导致他很厌恶比他大的女人。从犯罪心理上来看，郑天瑞如果作案，只会选择比自己小很多的女性。 阿峰二人听后认为，阿瑶明显是在袒护他的病人，因为刚刚在接受询问时，郑天瑞逃避的眼神明显代表他有所隐瞒。阿瑶听后让他们先回去，并承诺自己一定会找出郑天瑞企图隐瞒的事情。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下午阿瑶刚来到郑天瑞的家里，一进门就看到地上躺着一个昏迷的男人。阿瑶上前询问，才知道原来这个男人是郑天瑞的邻居。昨天晚上他的女儿失踪了，有人曾看到郑天瑞带着他的女儿离开了。他刚刚来到这里寻找自己的女儿。 果然看到郑天瑞将他的女儿囚禁在了房间里。当时女儿哭着称自己被侵犯，于是她便与郑天瑞发生了搏斗。由于对方手里拿着一把长刀，她在被砍伤后，眼睁睁的看着郑天瑞带走了自己的女儿。阿瑶有些沮丧的将这件事情告诉了阿峰，因为要不是他极力袒护郑天瑞，那恐怕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而阿瑶话音刚落，他突然接到了郑天瑞打来的电话，他很抱歉的称刚刚自己又犯了病，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记得了。阿瑶赶忙安抚他，并让对方待在原地不要动。 随后，他们按照郑天瑞提供的位置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学校。此时的郑天瑞为了阻止自己继续犯病，竟然主动划开手腕，令自己虚弱了下来。接着，阿瑶按照郑天瑞指的方向来到了一间教室，在这里，他找到了那个邻居的女儿，将郑天瑞带到医院后，醒来的他有些犹豫的告诉阿瑶，他称其实十天前他确实路过一个咖啡店时见过崔玲，不过他无法确认自己是否伤害过那个女孩，因为每次他发病时都会出现很严重的失忆。至于他邻居家的那个女孩。 虽然他不记得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郑天瑞可以肯定自己没有侵犯他。阿瑶听后想到他之前划开手腕强迫自己清醒的行为，难不成郑天瑞真的不是这一系列囚禁案的凶手吗？第二天一大早，阿瑶二人打算找郑天瑞邻居家的那个女孩了解一下情况。可一见面，他们就留意到女孩的手上多出了很多伤痕。阿瑶很清楚的记得，昨天他把女孩救出来的时候，她的手并没有受伤。女孩被这么一问，委屈的哭了起来。她称前天晚上天瑞哥哥并没有伤害她。 是他不小心崴伤了脚，天瑞哥哥想送他回家，然而他并不想回去，因为他的继父平时不但经常打他，甚至有时候晚上还会偷偷潜入他的房间。在他的再三请求下，天瑞哥哥才将他暂时收留到了家里。而至于他继父受伤的事情，也是因为天瑞哥哥想要保护他时突然犯了病。他为了逃避他的继父，所以带着天瑞哥哥找地方躲了起来。阿瑶听后突然很欣慰，因为这就说明郑天瑞在他的治疗下已经不会再伤害别人。黄队这边按照郑天瑞的口供。 仔细查询了死者崔玲曾去过的咖啡店的监控，突然阿瑶留意到监控中有个一头白发的老太太，好像在跟踪死者。三人仔细一看，隐约感觉这个老太太竟然和女生宿舍的那个大婶很是相像。察觉到异常的阿瑶立刻赶到了那个大婶的家里。他们一进来就看到了一个智力有问题的男人，而此人在看到崔玲的照片后，竟然直接大喊着这是自己的老婆。阿瑶二人刚想继续追问。 不料保洁大婶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来到屋里后，警方直接拿出咖啡店的监控，质问他十天前为何要跟踪死者。大婶被这么一问，明显紧张起来。他指着照片称，那天自己只是去咖啡店买东西，并没有跟踪那个女孩。就在众人谈话间，阿瑶突然听见里面的房间传来一阵求救声。二人见状，立刻闯了进来。可奇怪的是，屋里空空如也，并没有人。就在阿瑶疑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的时候，突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脚脖子，低头一看。 竟发现崔林的舍友被囚禁在了床下面。原来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他在路上看到大婶的脚不舒服，于是便好心将大婶送到了他的家里。而大婶为了感谢他，很热情的邀请他留下来吃饭。起初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可没吃几口，他就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在等他醒来时，已经发现自己被绑在了床上。为了防止他逃跑，这对母子竟然直接用棍子打断了他的双腿。 晚上，那个大婶又跑到房间，告诉他，称只要他能安心做他智障儿子的老婆，那么在他养好腿之后就不会再打断了。可如果他始终想要逃跑的话，那他就会像崔玲一样被扔到河里。而就在当晚，他的智障儿子完全不顾他双腿的情况，直接把他给侵犯了。此时，眼看事迹败露的大婶已经开始逃跑，他的儿子也跟在后面不断喊着妈妈。不过很快还是被赶来的阿峰给堵截了下来。后来经过审讯才知道，原来他的妈妈每到暑假都会给他找一个老婆，而他们所选择的目标。 全都是那些暑假放假不回家落单的女生。